哇喂，你嘅拖鞋点解喺厕所拖地啊？唔似拖地喎，喂，跌翻喺我哋屋企楼出嚟噶。哇，喂，点解又条锁喺度噶？臭锁匙我噶。哎呀，扫扫啊，你做咩搞到出边湿晒啊？啊，我唔系啊，你睇下呢度都好湿喎，喂，扫扫，搞咩啊？唔关我事噶，我翻嚟嗰阵咧见到个门口插住条门豉，有冇锁门喎？入面咧又有烟又有水，公晒出嚟，我咪即刻入嚟睇下咯。 点知你炉火又冇熄，煲窿咗个煲，水喉又冇晒，流到成地嘅都系水，连个拖板都烧埋啊！仲有啤啤都湿晒。我谂咧，应该系你哋出门口嗰阵冇闩好啲嘢。喂，你哋一个二个啊，出门口嗰阵又话搞掂晒噶，系咪啊？啊？咪就系得把口讲啦，摆到明冇 check 啦。哥，啊，有位啦，即到。嚟。 快啲啦！快啲啦！快听！嚟嚟嚟嚟嚟嚟！喂，借钱？系咪我有好多钱？我借翻俾你啊？咩啊？睇你哋一个二个衰样，冇估错啦！好彩扫扫翻你嚟早咋？如果唔系，上新闻啦你哋！你话啦，只要你哋班人都蛇都死啊！ 交我十遍都麦兜车交屋啦！即系过一次外啫嘛，咩一次意外一次喎，足以致命啊！唔记得咗啊？话时话呢个充电器咧，好似好生面口啊！你哋边度？阿龙古董嘅，阿爸你喎，系啊，我喺根叔间房度揾到噶，揾到嗰阵咧仲要着紧火。哇！阿哥，你有口话人就冇口话自己，你都一担担噶咋？ 一次意外都要致命啊！哎，家叔，我哋今日抽咗好耐咧，个金色波波仲未出现啊！你好大机会抽到部大电视啊！哇！听到未啊？做埋我印堂发黑，我话你啊，执输行头惨过败家人生，抽啦你，你抽筋你有份。你知唔知啊？最近我屋企部电视咧，我熄净个 standby 掣咋，居然都引起短路烧灼咗。电视要安全，应该熄咗插咗个电源掣先得噶。乜咁嘅咩？ 屋企部电视都系备用状态，咁啊好容易 short 咗烧着。嘿，边有咁巧啊？唔好乱咁谂。家叔，到你啦。哦，哇！新闻话咧，列堤顿道97号大厦顶楼发生火。97号唔系我屋企，我唔抽啦，唔抽啦，走啦。哎，翻嚟，哇！部大电视我噶啦。 今日又唔系打风，搞乜要开罐头啊？妈姐话阿爸今日抽奖嗰阵啊，听到赵府话列堤顿道99号发生火警，佢以为屋企中招，连中万嘅大奖都唔抽，即刻飞翻屋企啊！点知啊，系98号 on fire， 唔系99号火烛咯。系赵府啊，一时口快啊，讲错咗啦嘛。咁就俾赵府懒手执个二战队抽到部大电视，公公仲边有心机煮饭啊？ 都系嗰句啦，我都有交伙食费噶，点解连鹅都连累埋啊 ？Sorry 啦。唉，好啦好啦，唔该你哋几个唔好喺度眉来眼去啦，我知你哋仲系怨紧我嘛。唉，爸爸，因为我当时我真系好惊，我以为屋企火烛啊嘛。唔系啊，爸爸。 其实咧，我哋就唔系怪你嘅，我哋系担心你啊！你知唔知你咁样好容易有抑郁症噶？最紧要搞到我哋冇啖好食啊嘛，龙哥。不如你戴条紫水晶链啦，可以帮你 relax， 减低你啲焦虑。焦系喎，个老头会唔会烧焦啊？坐低，你望清楚，台面得罐头噶咋？你连啲午餐肉都冇煎过喎，边有开过火啊？水喉你开过，火你真系冇啦。系喎，有冇生水喉咧？哥啊！ 你冷静啲啊，大家都冷静啲啦。跟住系假期，不如咁啊，我哋去大屿山3日2夜，大家望住啲鸟语花香，一齐放松下，咁冇咁紧张噶。好，系咯，哥啊，我一刻对你好噶。叔叔，不如一齐啊？好啊。叔叔，咁唔得，咁。 你屋企冇人喺度，点搞都掂啊！咁，阿边边又点算啊 ？TVB 精彩节目片段会喺 TVB USA 官方频道每日更新。
未订阅的你就快啲 subscribe 吧，记得揿埋下面的钟仔，就会准时收到频道的最新资讯啦。